下课以后你打算做什么？我打算去吃午饭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去学英文。上完英文课还要继续上课吗？不用，我回家或者我去帮爸爸妈妈工作。你星期六不是要上数学课吗？不用，因为星期六我上数学课了。就是现在你星期日上数学课，星期六不用上。是。数学课在哪里上呢？我在家学数学。在家里上课。是。